下。哦。前面箱子里面、啊。这个。哎、欸，你底了。东西要拿出来才看得到。啊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有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啊。有看到。哎、欸，这个。你若揢远个，即嘛会揢你啦。我拢揢伫遮啦，啊，拄后壁较熟咧，啊，远个啦，你也袂揢你。怎么放？啊？这怎么放？夹着啊，来。夹着。一条一。这样、啊。哦，这样。压着夹，夹在冷气孔啊。看。靠近这边的，你要靠近，嘿，对啊，这样比较靠近手啊，哎，放下去就拉着啊，但是那个要小心，不然掉下来你就不要去捡，嗯，不然去你去捡东西危险，要下交流道是才可以捡，嗯，在一般路啊，停在旁边才可以捡，这个因为我感觉有点难，我感觉那个会掉下来，一直都会掉。你这个，你这个更难用啊！掉下来我都还不敢捡。我那个啊，那个不是，现在没有在用那个了。对啊，那个超级难用。那是以前啊。那有时候我要放直的，我不能放横的。嗯，对啊，放直你不是这样子放嘛？放直你应该是要下面要挡的啊，下面要挡的啦。那我弄看看。哦。应该不是，你要叫你二哥来弄。乖乖。你二哥买的。哎，我用。应该是这样子的、啊，没有，应该是这样子才是直的啊。哦，你下面一定要挡着才会卡住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应该是。对啊，你那个转不过来。你那个导航也听不清楚，这样危险。嗯，有时候你透过那个。